亲爱的朋友，愿你平安，真欢喜今仔日，咱各位对上帝话来领受新的启发。我相信咱生活底需要一个新的启发，特别是对耶和华上帝来的启发。所以咱要用以西结书三十二章第一节到三十二节做伙来看。我特别用这个经节内底十五节，甲咱三家分享。我予埃及地荒废宁静。这个地绝无将情所充满的，搁我攻击其中一切所徛起的百姓。彼时，因就知我是耶和华。彼时，因就知我是耶和华。我是耶和华是一个足要紧的宣告，予咱真侪基督徒的时阵，咱心内有确信，因为有耶和华的同在。在以西结二十九章到三十二章内底，就是咧讲对埃及的审判，所以到这个所在已经是一个段落。伊特别讲埃及，伊看家己亲像一只少年佮臃肿的大只狮，又溃烂又官兵。确实，伫当时中东的国家内底，埃及是一个真有官兵、真进步、也真现代化的国家，所以有真侪其他小、真小型的国家不得不爱挖靠因，因为选择挖靠埃及，就那亲像挖靠上帝同款。啊，无这件代志，予耶和华上帝大大生气。伫耶和华上帝目睭前，其实伊看埃及，亲像大海内底的一只大只鱼，这只鱼并无真正的溃烂，也就是讲，只要人一出手，来拍网抓起来，这只鱼就失去性命。埃及伫耶和华上帝目睭前也是安尼，所以上帝透过以色列先知，按埃及讲，你要倒坏。上帝要抓你起来，因为你的日期到，你的日期到，搁你真侪挖苦你的这国家也同款要面对真大的灾难，因为伊要失去迄个真大的挖苦，伊要失去伊心内所渴慕的，因为上帝手要伫迄个所在，所以先知透过领受上帝话，按埃及。也按伊真侪，我靠伊个国家来传达这个信息。虽然看见，其实上帝主权一直拢伫迄个所在。也就是讲，希望埃及伊看家己亲像大只狮，亲像大张秋，啊，毋过伫上帝个面前，伊无算做啥物。有时阵，咱需要这种愿意去挖苦看袂到个困难。有一个朋友在工作上面受到很多攻击，因为他很认真去做，有当时当他的同事较平淡，还是不爱照起工来做的时候，他依然很认真来做，所以他的同事开始细细点说，啊，你做那么多要做什么？啊，你认真要做什么？因为感觉他认真做就威胁到这很多同事，但是这个朋友有缘照起工来做，他相信我是上帝所拣选的，我应该认真在我的职务上面。时间久长，他有缘照时间这样做，这样温困。有一天他的主管来找他，他跟他说，我有打算要退休，头顶要找刷脚来真做这个主管的人，我看你真做好，因为我知影你真认真，有真侪攻击，有真侪交叉，你犹原坚持伫你的工作顶面，我看你真好，所以我想我要推荐你来担任这个角色。这个朋友伊从来毋捌想过这件代志，啊，毋过伊知影伊是一个基督徒，伊要选择。有耶和华同在，有耶和华上帝所在，
也就是讲，伊伫伊个工作顶面来宣告，耶和华伊的掌管，上帝的掌管。亲爱朋友，我想咱嘛需要常常安尼选择，而且宣告耶和华上帝的确的掌管。不管你伫工作、生活，伫什么款的环境内面，请你记得上帝拢咧掌管，伊无离开你，因为伊的主权本来就存在，伊赢过一切，赢过一切遐大掌手、遐大只狮，上帝开来永远掌管你我这个世代，好不好？那安静、当心来做一个祈祷。亲爱上帝，感谢你对过去到现在，你的主权、你的官兵拢无离开阮，阮所经验的一切，你拢伫遐。特别是当阮伫工作、伫生活拄着挫折、伤害、攻击的时，主，我们俩选择甲你同在，我嘛相信你的主权要掌管你这一切，互阮无阁惊吓，无阁受伤害，我有安慰，有怜悯伫我的生命内底。阿爸上帝，互我常常仰慕你，也将我一生交伫你，互你的主权伫我的身躯顶永远无改变。我相信，因为安尼，我的一生就满稳定甲快乐。感谢你，奉耶稣基督名祈祷，阿门。